小心啊，小心，你放松点。星辰，星辰，星辰，哎，星辰，干嘛呢？这是，星辰，星辰，什么？哎，星辰，星辰。干嘛呀？时辰到了，赶紧，族长等着你摘圣果呢。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吧。真有意思，我怎么能去呢？这摘圣果完成祭祀，继承族长之位，这是你少主的责任啊，我怎么能去呢？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星辰，别闹了。阿虎，你说这种仪式有什么用呢？哎，要不你看这样，你帮我摘了圣果，当了族长，然后娶月影。哎呦，我的少主，你就别开我玩笑了，这族长还等着呢，你赶紧去吧，你不去我怎么交代啊？嗯，不行，那树林太危险了，我不想玩。再说了，这种规矩有什么用啊？阿虎，如果真让我当族长，我有一天肯定得废了这规矩。哎，别瞎说，我当初让你学法术，你不听，你非得学什么医术，啊？你现在好了，你要是听了我的话，你现在过那片树林，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儿吗？啊？不跟你说了，那我回去睡觉了。哎，你这软硬不吃呢？你走。哎，走。Thank you.
恭喜族长，贺喜族长啊！商国百年劫一次，象征着百年一次的轮回。如今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颗圣果的成熟。等星辰把圣果采回来，咱们把它制成药膳，与族人共同分享，大家都能长命百岁。大家都是托了族长的福啊！族长，祭祖法事已经做完了，少主可以去采摘圣果了。星辰呢？哦，魏灭石虎带着少主去食人树林外等候，只要少主穿过食人树林采得圣果，那就算完成了祭祀。好，只要他能摘下圣果，我就准备让他继承我的位子，迎娶月影。什么人？去看看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走那边。站住！别跑！Thank you.